出来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一定要扛住，要忍。不管你爷爷是谁，都是龙虎山的叛徒。还是忍。无论何时，千万千万不要在一般人面前显露你的本事。异人界有八种被公认为最神秘且强大的力量，成为八奇迹。 气体源流就是其中之一。八奇迹，就是当年假神之乱的源头。很明显，他的拥有者是你叶张西林。就算拼了命，你也就只有这点心眼。无论是什么结果，我自己扛。你扛得起吗？原来在你们眼里，我就是这样，对吧？之前我爷爷一直让我隐忍自己。 那是因为他不想让我踏进异人的圈子，我越当孙子，你们就真把我当孙子。自从跟你接触以来，我能感受到，仿佛停止了很久的三次东西，又开始武装了。年少的几十万沉重，那会有啥子下场吗？但如果我不继续下去的话。 我的尊严就丢在这里了。我的对手是那个超越了极限的自己，是谁？宝儿姐，我会留在你身边，直到找出真相。有人殚精竭虑，却掀不起风浪；有人一念之差，却让世界天翻地覆。只要八奇迹还在。 就一定会有人来寻找这个真相。你们只是在纵欲罢了。一群到处惹是生非的搅屎棍。流失。他们是搅屎棍的话，咱们是。孽障！敢把吾等比作是阿杂之物！我要斩翻的是正苍虫。 这就是假神之乱的真相。